听声识物，每轮由一名成员进行直播，其余成员听声音抢答，猜测直播间里正在推荐的食物的名称，答对题目最多的家庭获胜。哦，这个很简单。好，你们先来，我去，我去。听声识物的第一题，来，请上第一份食物。温馨提示，这玩意儿长得跟沙老师可像了。我吃这个应该能吃出精髓啊！认真听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没吃就流了哈喇子了。肯定是个奶嘴。那个这么多汤汁吗？哎，是你流的哈喇子，哎，还是这个东西的汤汁真的多？我发现它吃出了一种拉面的感觉。咋了都已经？我跟你讲，兜着点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感觉比较熟悉。再听一下啊，再听一下。啊！倒计时，时间到，尽量提板。都对了，都对了，都对了，都对了。你吃去，二哥。行，怎么还是你们队啊？但是啊，我觉得对他家有点太公平了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就在这儿吃吧，离得近，他们能闻着味儿。你可拉倒吧！哎呀，哪能闻？你要是吃蒜，我能闻着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为啥说闻不到味儿？刚一上来，朱瑞成跟我说吃肉。跟楚总，走走走。来，请上第二道食物。开始，开始了啊！大家仔细听，这个比较难。咋开？还有包装，抽这个啥卡？哦，鳄鱼，鳄鱼，这没吃就是了，这么厉害？别看，还没吃呢。是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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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完全知道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来来来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题板。那对不对啊？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我都听好了。你听，太简单了，这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请黄队来给大家出题。Test test one two three， 来了，来了。你这还受嗓子呢，在那儿真是。这都什么习惯？女孩，我也没想到。我猜出是什么东西在吃了。啊、哎呀！哎呀！好好的，就好好的啊！好好的。
哎，这是在吸还是在吹呀、啊？对，然后这儿接下来很关键啊。你别吹了，它也不烫，你别吹了。怎么猜得出来啊？听啊听。哎，我甜的咸的能给个提示吗？咸的，是辣不辣？对不起，你问题太多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凉皮。哎呦，嗯，太香了这个，嗯。凯哥太饿了，中午没咋吃。你这是，吃的确实太香了。给来点爽快的啊！哎呦，嗯，太香了这个，嗯。哎，能不能我给我暖暖胃也来一份？听着太好吃了，凯哥吃的太香了。我以前广告小王子就干这个。好像是面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不改了。我这，请亮题板。你们啥？快亮！羊肉汤吧，就。凯哥，你端出来吧。酸辣粉，这太难了，这。啊，这个太难猜了。很遗憾，全都回答错误。你们很遗憾。但是凯哥吃饱了，我这一晚上他嗦了的，我没遗憾了。我们这是最接近的一个答案，怎么也得有个半分一分的吧？那不行，可不行。Hello， 哇哦，好，接下来请 baby 为大家出题。我觉得 baby 是最讲究的一个。那我们开始喽。哇哦。那我们开始喽。他长得没那么好看，可是他很好听。开始喽。有点过分了，能略微给个提示吗？也跟那个沙溢老师吃刺身有关系。啊？哦，我觉得他有点像没有水泡的，但是他是脆的，对，很脆。写不写？你们俩，选了吗？现在请大家来公布答案啊！请亮题板。大家全部回答正确。我吃的这么准吗？我们的题目也有限，后面成员要抓紧了。从红队开始，我们变成抢的，好吧？好。为什么？但我们少一个人呢，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抢答？一秒钟我就说出来。好，请上食物。
我让你们抢一晚上，你们等着啊。这个你真的做难一点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没有意思，要不然对我们不公平。不，真不公平。咱们演一期节目。吹吧，这你能演一期，我就不信。别说是他们团队，我估计我们团队那俩也猜不出来。蛋糕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猜呀、啊，朋友们。榴莲，爆豆，他可不想吃了，说实话。饼干，马卡龙，松子儿，瓜子儿，果冻，核桃仁儿，大白菜，萝卜干，泡菜。陈哥，你这样吃猜不出来，你要大面积多的吃。甜呢？辣呀。花生米，萝卜干，萝卜丝儿。这个东西啊，大家都吃过。明天的明天的明天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当不如就忘了就断了。你这怎么还跟配唱歌呢？但凡有个聪明的人都能，我都场外提示了。明天的明天的明天，明天的明天的金针菇，金针菇，金针菇。对了，走，漂亮。哇，我问一下汪苏泷，你告诉我，我懂你什么？比如，因为这道菜有个英文名，叫什么 ？See you tomorrow，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再猜不出来，我就辣死了、啊。他都要齁死了，他都太咸了，你知道。接下来红队继续，目前是红队领先一分。前面我们一直是平。不能拿歌提示了啊。拿歌，咱不知道的，咱不知道歌，不知道歌。这个，那个，这个太狠了，来吧。干脆面，方便面，方便面，干脆面，干脆面，方便面。Baby 先说的干脆面。Baby 姐，你真的是还没吃？你是常年吃这个东西吗？我常年吃这个东西，我只要听到它一碎，他刚撕到这儿，他就说干脆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撕的时候有一种干脆面的气息冲着。你听，你认真，干脆面。哇、哦，你这牌子给我们队干啥？一次也没吃，就带孩子出来溜达溜达不行了。那现在黄。